这么巧，赛诺先前和我讲了你们的经历。停，赛诺已经满脸得意地和我一一细数了他想出的冷笑话，我不想听第二遍了，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。最近稻城林的事物不多，就带着柯莱一起去玩了玩。柯莱他还挺厉害的，在大奖赛上也拿到了不错的名次。我虽然通过了预选，但签运不好，没打几场就碰到了赛诺。那家伙打起牌来一点情面都不给，使出杀手锏时也喊得格外大声，震得我耳朵疼。好久没见他这么激动的样子了。不必客气，有空多来玩。这么巧，赛诺先前和我讲了你们的经历。不必客气，有空多来玩。